斯加先前卷入假包风波后沉寂了一段时间，随后才重新活跃在大众面前。日前他迎来了41岁生日，一甩先前的争议阴霾，跟上最近的芭比风潮，举办了粉色调的芭比趴，邀请许多圈内艺人好友为他庆祝生日。向来喜爱芭比的他发文表示，虽然年纪又长了一岁，但是心中的芭比魂依旧年轻，充满活力。由此可见，他还是童心未泯。他也透露，派对布景没有选择经典的粉色芭比盒子，而是少见的黑色，是因为不论外观怎么样改变，盒子里的他们永远都是粉色芭比。王思佳还表示，参加派对的来宾都是他相识已久的朋友，这让他忍不住感慨表示，年轻的他们敏感易怒，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刀枪不入了。同时也不忘感谢粉丝们的支持，大家的留言和私讯，还有对他的爱都收到了。you